角色，还不能透露。因为前一三部戏要上嘛，你觉得对自己最大的挑战的角色是哪个？其实都还蛮有挑战的，都很不一样。对，然后其实每一次接戏都会希望能够有新的突破，有新的尝试，所以到时候大家看到的话，会我觉得希望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我吧。嗯，那这三个角色里面，你有说有新的突破、新的尝试吗？我觉得可能最特别的，可能是我杀青不久的前客里面的涂佳宁，因为她是一个女科学家，那其实生活中很难去接触到这个职业，或者是真的是亲身去做一个女科学家，是我们其实比较难做到的。然后我也体会到了，作为科研人员的不容易。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时机，然后做一个比较满意的作品来给大家，所以说再稍等一下。谢谢。来，前面蹲下，蹲下。中间一点，谢谢。这个真的好。